大家好，我是秦哥乐。你们看看我今天吃什么？看我挑的颜色，走来走去还真好叠了。不能每天吃吧，咱也得干活吧，不干活哪来的吃的？这个馍有点旧了，给它打磨打磨。你们看看我刷子，我这个人吧，吃饭的时候做了好吃的叫人，干活一半不叫人，一半一个人干。补一补，干完了今天的活，不知道晚上吃什么。